到处的，好、哦，你到搞讲话，你台顶拢讲骗话。对啊，搞你出声啊！我 OK 啦，我是台顶讲的话，我人还算修，可以相信大概20%。你台顶效果？啊，效果。那为了效果，更不变嘛。对啊，对啊。哦、所以他每次讲他的老婆不好什么，其实他爱他老婆爱的要死啊，那块。不要我，不要我，这是不是不骗？你只是讲你好爱你的某，爱爱到要死的嘛。今天啊，来这里共修行，你在发生了。马上安排这一位。现在安排这一位。好，这一位还要不变，人你一岁岁，吃你物件拢会了了。真的。啊，对我对个胖一点。真的喽。真的，俊杰是我神经公爷，他跟了我哈，自从跟了我就坏，变坏了。那你可以这样子，你都好的不教教坏人。我都无介意啊。妈，我介意要做爷爷。那你知那有时去爸爸叫啊，有去商家去后去吧。啊。哇，你无看你无胆胆的，惊死人！真的。我看你看了吗？看你惊死人，你做调查。不是，这个事实。对呀，什么都可以学啊，就是不可以学赌嘛，干嘛？什么你的东西什么都好，就是爱烂赌嘛，对不对？你唱对，我觉得唱对了。吃辣料就拜探辣椒，你不无听？来，安排这一位。好不好？来个掌声！各位各位，去年差一点拿到新人奖的小王雷廖文凯。哇哇哇！兵兵无敌，无敌的金枪哇哇哇！兵兵40年后。金枪哇哇兵兵。没招了，没招了，邓来了，邓来。40年后的小王雷，你帮你背小。我比较好看，是咩？你个你看人怎么还贵点未？贵哎，我看人不贵点。好好反省哎，你50岁就变这样了，很恐怖。谢恐怖。我唔知你带到本搞笑，想安尼拍看。是咩？是咩？你看到怎样？是咩？哦。哎，是小王雷，你有照片，所以你放这张是吗？对，他刚才跟我说的。来，刚刚临时来问我姐。叫大家我个好笑片是哪个？我都无信你变灯了。诶，这句讲到四年了嘞，都无信我唔信。诶，40年后啊。我跟你讲啊，真正人唔知影，今天小王雷心情最坏的一天。什么事情？你心情想磨破了。为什么呢？明天要开学了。诶，说的也是啊，学放假放了一个多月，终于要开学了。哇，你唔知就现在我被切给你了，唔知。我觉得。明仔再管他切了。要不？也管也新鲜西冷面啊，对不对？他真的是你的徒弟。没有，没我看你这膨胀的南墙楼上这里啊，今晚早搞惊了，今晚早一点睡啊。明天在电视面啊，哎呀，妈妈，我头痛啊，我的牙齿痛。没有，他真的是应该要做你的徒弟的。是的，搞惊。对啊，因为刚才你讲你的女儿儿子全部考试80多分嘛，对，他90多分，对啊，也是一样，三科加起来90多，你马上休息。对啊，你不敢讲个话，一个，但毕竟咱看不待的人啊，心情也搞了嘛，好，感觉一个心里安怎？阿哥安弟，就好你人，不要讲话，就是阿哥安弟。无啦，你干人讲两讲就水了。对啊，都要讲大哥大姐。哦，啊，差不多完你了，哦，啊，你人被你人包准有好些不了。啊，你快接空啊！哎。今天那个红包准备的，啊，你这个搞懂，难怪我会越学越坏，你每次教我这种东西。那我也感觉我刚画完，那天做准备，你过来试的。这个麦克，这个是一块两块，没有，不是，这种是什么？他其实是在上课啊，上数学课。数学课，就是爱省的，班上爱省的，21点呐，也爱省。对吧？啊，明天归欧了啦，明天转啦。明天转。啊。去读册了。你会踢袂分队，你会踢袂。你看你这含骨面，你都来踢。哎，你嘛是含骨面，你讲我，你嘛无头毛。你讲吃辣又有头毛，你无头毛。你要真看到头毛，等下再我去买龙骨蛮杀的。真的要好好读书啊，不要学你的那个你的师傅这样嘛。OK 啦。蛮辣这种东西不要学哦。学好的啦。对啊，学好的。每个人要学一下你的气场，你把干啦！不要学这种坏的东西啦，好不好？学写一点马票还 OK。喂！要再来唱什么不见歌？老牛吃嫩草啊！来唱我陈建斌诶，恐怖你唱我陈建斌。信不信？老牛吃嫩草，你跟你唱我陈建斌，我你送给谁？送给梁志强的。你看戏。哎，那戏啊！我老板呢？我的老板也是他老板呢。电影导演呢？你这样子讲，他的上方没有电影
他的。你讲老刘海，你讲那个陈建斌还可以，他至少不是电影导演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你都上过做海头发那种。那是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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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'm sorry.
第一首给他们。接下来他来这首歌是唯有姐姐点的歌，歌名叫做《山猴妈咪》。老师等一下，他爬山。红衣师傅，来几点？安怎呢？你爱做萝卜吗？做萝卜，你笑。来。OK， 我做萝卜，我做萝卜。啊，王包牙。王包牙。OK。啊，不要去，不要。我是你，我做萝卜。对啦，你做阿嘛，做叫阿囝嘛。阿囝。来做阿囝，你来找阿囝。我无输到囝嘞。阿囝。你来找阿囝。会不会太小了一点？我讲年纪。这你把我飞过，这地干那个水里干过，对不对嘛？啊，你来来对飞嘛？飞啊！啊，山猴妈咪啊！你看，阿你最好在唱山猴妈咪啊！哎，真的是学坏到完了。你讲你太会太。人家讲学好三年，学坏三天。你几岁？才一回唱山猴妈咪啊！你看这光长到十三岁，你都未结婚了，好不？对。十一岁要唱山猴妈咪呀、啊？不加机会啊？来看看听歌，听你看嘛，这个。老师哥。今不没来唱山猴妈咪了。老师哥。你厉害，你上次你讲想着你找大哥，蔡大哥，蔡大哥是讲台高处无人阿创滴的，你反正就讲阿创滴，你怎么样把拉伸你笑？不是，因为不知者不罪嘛，小孩子啦不懂事啦，所以吼、哦、他就看到最靠近那个也就挂起来啦吼。啊，有够吗？不是哈、啊，应该是囡仔啦，如果在 spotlight 照，一块无啥物头毛头壳光光去吹。你好、啊，不要生气哦，蔡大哥，他不会讲话。头前一个红衫，一个 iPad 的老，你看是小强，你应该去吹口嘛？对啊，应该去吹口嘛。你讲你背，你讲你背唔过蛮塞的。是咩？唔知啦，我嘛来猜下字样啊。你是快的头毛，很像如果蛮塞。拜拜，人家可能想他们放脏物嘛。哦，对，吃香的脸。对啊，哦。不是，一个个 iPad 去砸掉一把酒，我就来开开玩笑，大哥开开玩笑。耍哥啊！啊，我耍哥的啊！哎呀，快杯啊！哇，这厉害啊！我还以为你会反应啊，你这么快啊！耍哥的，你真的会笑，叫他快杯。你蛮准的，我听我有讲，原来你三个还做三工。啊，三条一根丝，然后我就我叫快杯买你啊。哦，百万。你别讲快杯，你给我爸。我爹吗？我你来干嘛？买你了。买你了。百万，哎，叫什么？我不在的。苏哥的。倒立。我赢了，我赢了。你本来要跟贵妃一 OK 现在没有，你跟老贝跟八爷现在，而且拿的也。你丢出来！老雷，我祝你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探朵如月的灵。你把油给八爷油。尴尬的。就是。你听讲李三给我做过台的吗？你叫老公。摇，